我的家。客厅，客厅里有什么？客厅里有地板、地毯、沙发、抱枕、茶几、窗户、窗帘、书架、画、电视、花。卧室，卧室里有什么？卧室里有床，卧室里有电灯，卧室里有窗户，卧室里有桌子，卧室里有台灯，卧室里有衣柜，卧室里有时钟。厨房，厨房里有什么？厨房里有橱柜、烤箱、碗、盘子、调料、冰箱、抽油烟机、锅、烧水壶、榨汁机、电饭锅、厨具、微波炉、洗手间。洗手间里有什么？马桶、马桶、垃圾桶、垃圾桶、厕纸、厕纸、镜子、镜子、水池、水池、浴缸、浴缸、花洒、花洒、毛巾、毛巾、香皂、香皂、洗面奶、洗面奶。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家。